大家好，我是阿成，现在是早上8点钟，今天起得有点迟啊。刚才准备出去玉林拿点东西啊，都是一些小活来的，要写下来，不写下来的话，怕一下子忘记了，差一点要麻烦。今天也是星期天，感觉的忙，没有空收拾，太乱了。过2天准备把这里店面也都清理了。姐姐，你写完作业没有？没有。那你在家写作业哦？那你为什么都不写作业，整天玩？不这么快写完，那你认真写啊！浩浩，你在这里干嘛？刚刚起来，你睡什么觉？我打你！我要出去了。我也去。你去干嘛？我要出去工作了，我不管你我了，也去。不得玩的吗？反正我就要去。那你去就去吧，我不管你，反正你就只能在车上哦。您说的，您不管我。那你早上啊？我看见了妈妈的爱玛电动车。你也知道妈妈的爱玛电动车，那你看见它没有？哎呀，你刚才干嘛不要豆浆？因为这里有水喝。有水喝啊，豆浆有营养啊。而且我还喝了成长牛奶。好，成长牛奶，那行。等下不得玩的不，在车里面有爸爸去拉材料的不。这边都不好停车了，好多车挡住了。给钱人家准备走人，叫你不要到处乱走，都乱走干什么了？机器是压板的，你不要弄了一下搞断手的不？我刚才叫你不要到处乱跑，你为什么到处跑？买把手，买个拉手，感觉这个普通的拉手有点贵啊。20块钱一个，我去，自己焊的好了。走啊！看今年的大家普遍的都是一般的，整条行情都差不多。在这里先不下去了呀，爸爸去拿点东西就上来，好吗？给你5分钟。5分钟，我拿完东西我就下来，拿不完我下不来呀。你这个人你干嘛的？你看看你这里喷了这里一堆水，你在这里能不能文明一点？你为什么要喷水？你不喷你不喝就不喝呗。等下我打人了，你笑啊！你为什么要喷？你说，你为什么要喷？漱口。你漱什么口？你在家不是漱口了吗？不漱不干净，那你漱干净啊！你为什么用我的矿泉水喷？你下次再这样，我就瞪老毛你！你这样，你看，刚去买了点这个，一样买一点，费时间啊！这个做楼梯扶手的现在都很少卖了，问了几间店。不行，怎么搞？你鞋子搞掉这里了，你这个木啊！收好了，走了。现在都10点多了，出来就差不多一个早上了，还没有搞完了，还要去拉点那个纱网啊，那个铝材纱网，然后等下还要去冲一瓶气。都是一些小工程的话，出来就半天了，但是实际上拿东西又不多，不拿又不行，很烦的，有的像这样，但是又没有办法。走了，继续吧。哎呀，浩哥叫你不要下车了，上车！这里车要多，你都不听话的，现在我怎么还敢带你来啊？等一下一转眼就不见老爸了，快点上车！快上车坐着。这里车那么多，快点啦，你坐后面。快点，快点，别啰嗦。不要下来吧！不要下来吧！让我不冰啊！你接你放沙冰啊！
现在来到新市场这边了。啊，刚才很危险，你知道吗？爸爸去充气的时候，你为什么要自己走下车？很无聊。无聊也不能这样啊！你不懂问我说过，你为什么不问一下爸爸我能不能下车？刚刚问了呀。问了，我说不能下啊，我没有说可以下去啊。你不怕危险的吗？又车来车往的，又不好停车。下次不能这样了哦，知道吗？你下次再这样，我就扔蓝帽给你，而且又不带你去了。本来我都说不好玩了，你为什么还要跟着来去呢？啊？什么时候回家？什么时候回家？你看爸爸做完事就回家呗，只不过也快了，再拿点东西就回去了。几点？几点？现在几点？现在10:40，可能11点、11点多就回去吧。现在我先去拿点东西去。哎，老板又忘记开压线了，自己在那边踩，太阳大的要死。哎，浩哥，快点啊！爸爸，啊，你买那么多东西？不多啊，是爸爸工作需要嘛。你去了很多地方啊。是啊，一处一样，现在都几点了？好像快12点了，肚子饿不饿？不饿。走了，我们回去了，还要做饭呢。哎，走了，以为说2-3个小时搞定了出来，谁知道这里快12点了，11:30了，还要回去做饭呢。如果妈妈上夜班的话，回去就有饭吃是吧？因为前面有车啊，超不过去，这个路太小了，超车很危险。哎，有时人生也像这个走路开车一样，你很想开快点，但是前面有障碍物，没有办法。你也非常想超车，但是超车意味着风险，意味着会发生意外。我们应该在保证绝对安全的前提下才能超车。很多人在不知道不确定安全的情况下超车，然而就会发生意想不到的意外。人生的路亦是如此，希望我们都能无障碍的一路超车。现在准备可以超车了，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，一脚油门顺利超车。也有很多人在不确定安全的前提下就超车，有的人安全超了，然后走得比较快，也有的人不安全的超，他就永远超不了了。快点下来了，到家了。肚子饿不饿？你还不饿？现在12:30了，老爸都饿了，马上煮饭给你吃呀。现在回到家已经12:30了，才搞一点点东西。一出去基本上东搞西搞，就花一大半天的时间，觉得好像也没有搞什么。8点多出去，然后拉几块不锈钢板，然后买点配件，搞点纱网、铝材。感觉时间过得好快呀，还没有弄什么就过去了半天时间，而且这拿的又不是什么大工程哦，就是这很小的东西，做个不锈钢门那种，上次那种，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忙忙碌碌，时间就过去了，又挣不到钱，就是瞎忙活，就是这样了。现在煮饭给小孩吃先了，吃完休息一下，下午还要去那个培训班。这期视频就先这样，感谢大家收看吧，拜拜。